欢迎来到石油探索馆。现在，请你们猜猜今天的主角石油在哪里？找到吗？让我帮大家把镜头拉近一点。其实呢，你早就已经看到它喽。石油 （petroleum） 一直留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。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爱洗澡，然后他就要他站起来去看我们石油怎么样去看看他。现在没有要用比较科学的方法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现在我们用震波的方式。前面我们讲那个石油是特别会在一个特殊的地层，高空你就会看到。那个叫做背斜地形啊，就是找到地质学家找到这种可能地形的时候，用震波震上去，那种压力，就去打一个波，再回一个波，你来再来一下，弄往地下打上去，往下的，你又弄震上去。差一个，快过了。
Thank you.
是吧？清道光年间，在霍龙溪常嗅到一股硫磺的味道，因而将这里称为硫磺窟。1861年，你往哪里跑？躲在山里，他们就找不到我了吧？取点水喝。水面飘着的油花是什么？让我靠近瞧瞧。快点的，可治病，快来买啊！不久，秋狗将土地租给吴姓商人，隔年又再租给英国保顺洋行约翰·陶德，引发了纠纷。你看看，两边都打起来了。大人命令我们将油井查封，禁止开采。这引发纠纷，硫磺窟出油引起官府注意。哎，解决这个乱象啊！距离1859年世界第一口钝钻机所打的德雷克油井才18年。1877年，清廷从美国聘请两位采油技师。已经在海上3-4天了，还没找柴王。是啊，真的是人都重阳啊，真辛苦。